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茉莉说生活，我是亚楠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过头晕的现象，症状轻的会有一点点昏，头重脚轻的感觉，症状重的就会像在船上摇摆起伏的感觉，更严重的会有天旋地转的感觉，不能站立，并且伴有恶心、呕吐、冒冷汗、脸色苍白等症状，非常难受。那怎么办呢？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动作，可以缓解头晕目眩和老花眼有一定的帮助。一、按摩印堂穴。这个穴位在我们面部两个眉毛中间，就在这里，我们用拇指的第一个关节去按摩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点按3分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要按这一个关节呢？因为拇指的第一关节有3个对眼睛好的穴位，如果你有头晕目眩、老花眼的情况，就可以按摩一下这一个穴位。平时呢，要保持充足的睡眠、均衡的饮食，适当的运动也很重要。对于长期面对手机或者伏案学习的人，也应该时常调节自己的身体状态，做一些舒适的运动，才不会让身体不适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如果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，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